那个什么猫的，管他什么猫的，反正在Banff啊，对，是吧？今天是今年第三次，今天我们有八个人，那个对，今天应该有15到20公里爬山的路程，之后海拔。1000米的 elevation gain， 预计爬5.5到6个小时。那个湖，那个陈总说呢是命运网卡。